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努努，我在北京，我家有四口人，爸爸妈妈妹妹和我。我喜欢吃面条和海鲜，我妹妹也喜欢面条和海鲜。我爸爸很喜欢喝咖啡，但是我妈妈不喜欢，她喜欢喝茶。我在 BMC 学汉语，因为我喜欢学新的东西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